我们的 Delo 呢，我吃的反应第一次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有一点小贪心啦，爱美啦，吃了第五天就吃了两包，一次过早餐吃了两包，然后我就发现到就是每一天有上一次，是因为可能我的体内的毒素很多啦。第二样产就是我们的无花果，然后喝了无花果呢，我的反应就是上厕所是特别的臭，放屁特别的臭，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啦。接下来我继续喝了差不多有两个月啊，我就朋友就看到我有改变了，说为什么我又瘦了，但是我不会瘦到像以前这样脸青青唇苍白。自然的介绍他我喝了这个东西，然后还有加我们的 Delo 这两样配着喝，所以我的朋友就没有考虑的之下就跟我拿下了一个疗程，就是四喝 Delo 两喝无花果。然后他喝了第六天他就跟我说我又改善了，我的脸有白了，然后每次刷牙的时候看自己的那一个脸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就他喝了是反应是比我严重，他每天半夜起来上厕所四次，但是他不是至于泻肚子，也不会讲肚子很痛，就是痛就是给他知道你要上厕所这样不了，然后他就是很顺畅的把它排出来，就是没有排水的那一种。第三个产品就是我们的 mask， 我们的 mask 真的是超好用，自己的皮肤是敏感的，我是不乱用面膜，也不乱用产品，因为我的敏感是很严重，就试用了这一个面膜。真的超级好用，第一方便我不用去洗脸，我最讨厌就是做了面膜又要洗脸，又要重新擦我的护肤品，然后我不用洗脸，十五分钟把它拿开，它就慢慢开始有干了，干了就拍拍一下，拍给它干，然后我们的脸就有缝，马上有缝，紧绷，它紧绷了，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本身用的护肤品有那一个补水成分的，自己擦上去。就可以睡觉了，睡到隔天我们的皮肤一样是嫩嫩的，不会有干干的，就这样。